刚刚有阳光，现在马上又云雾缭绕了。陈家祥在合欢山游客中心，海拔3100米，你可以看到，这是云雾的最有特色地方，飘渺。刚刚还大太阳，还说很太阳很大很热，现在没有阳光之后，天色马上云雾就起来了，而且都看不到路了，而且刚刚还可以看到车子，现在看不到了，嗯。所以山路就是变化多端，但是前方还可以看到蓝蓝的天，你看，哇，游客中心已经被云雾已经挡到了，已经看不到了，接下来就会比较辛苦了，尤其走山路的部分，希望能够拨云见日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点，2015年11月12号。国父诞辰纪念日下午2点，陈家祥在合欢山现场报道。拜拜。哇，再看一次360度云雾缭绕。一个哦，录一个像，拍照录像比拍照看上去比较真实哈、哦、更真实。